好，带你来看到是台北县新庄有一间出租小说店，在去年二月遭到便衣警察上门来搜索，并且呢是带走店里头九本限制级的漫画，而警方同时将振兴店长依照妨害风化罪嫌函送法办，一审判决振兴店长拘役20天，但是店长不服提出上诉，高院最后认定了店家已经做好分级制度，并且警方没有持搜索票，算定是这个非法搜索，判决店长无罪。